然后看一下哈，他说这边有11个数据，二四四五五六七八十一，还有 SY，其中 SY 小于 Y，对，行不行？他说他们平均数等于中位数等于六，那 XY 也都是整数的情况之下，求下列哪些正确？这样行不行？来，这里哦，关键在这边，你要把 SY 给找到。他说平均数会等于中位数等于六。那怎么找？第一个观念，平均数是六，那怎么算？我先一件事情哦，碰到这种题目哈，碰到这种题目啊，所以先讲，所以先建议你，你不要直接去看 xy，你先去看 xy 哈，你会不好算，因为你告诉我平均数是六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是 x 你就写成六加 a，这 y 就把它假设成六加 b，好不好？这样会比较好看。所以说我去假设。x 是几？六加 a，y 是几？六加 b，这样行不行？而且 a 要小于 b 嘛，因为题目说 a 可以小于 y 嘛，这样行不行？因为这样会比较好算，好不好？OK，来看一下第一个，他说平均数是六，所以说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把这11个相加，老师不写了，好不好？二加四加四十，二十，对吧？哈。二十再加起，26，33，41，52，52再加六，再加六，52加12是几？64。所以说总和64，再加 A，再加 B，除以几？全部几个数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除以11，算出来平均数是几？六。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，老师可以推得第一个条件。可见 a 加 b 会等于几？二，看行不行？各位可以哈，再来，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，他说中位数是六，六要刚好在中间，对吧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哎，你看一下，六要刚好在中间，你这样写数六在中间了，可见这个 s y 这两个数字可以跑到左手边这里来吗？不行。所以说6要成为中位数来讲，我这 SY 这两个数字一定要在右的6手边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比6大，6才会在中间这个位置的地方，对吧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第二个条件，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我这6加 A 基本上要大于等于几？ 6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一样，这个6加 B 也要大于等于几？ 6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这两个数字基本上都要比怎样？比六大。所以说老师可以推得，好不好？A 要大于等于零，B 要大于等于零，这样行不行？那基本上，因为题目说 x 要小于 y，所以说老师问你，A 和 B 可以一样吗？不行。所以 A 要大于零，B 要大于零。所以说你看一下，A 加 B 要等于二，而且 A 又不能等于 B。那综合这所有条件之后，麻烦你。去归纳出来 A 和 B 是几，两个相加等于二，两个都要是正的，而且两个都要整数嘛，对不对？因为题目说 SY 是整数嘛，所以 A 又不能等于 B， 可见 A 是几？ 0，B 是几？ 2， 因为 A 要小于 B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 A 是 0，B 就是几？ 2， 是出来了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所以说 A 是 0，B 是 2， 老师可以得到，把它带回去，告诉我 A 是 0， 带回去，可见 A 可以是几？六，B 四二带回去去，六加四几八，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所以说你看一下第一个选项 A 选项，喂 A 选项，我们看一下 A 选项，他说 A 加 Y 等于几？等于14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说第一个选项是对的。第二个选项 Y 小于九，对不对？对 ，Y 小于九也是对的，这样行不行？第三个选项 y 小于8，对不对？错 ，y 等于8嘛，有没有小于 8？ 没有，所以 A、B 是对的，猪标准差，哇哇哇哇哇，标准差哈，麻烦你认命吧，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这时候把标准差算出来，我们算一下好不好？因为我已经算出来这 x 是6了 ，y 是8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题目要是我算标准差，所以说西格玛等于几？根号，几个数字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几个数字？11个数字，所以说11分之一。我们懒得算，好不好？我也懒得想了，我们就直接讲，
去把扣掉每一个去扣掉平均数的平方，平均数是几？六，二减六负四平方十六，加上四减六负二平方四，哎，告诉我这也是一样，这有几个是两个，所以说四减六平四减六负二平方四有几个是两个，所以加上八，加上五减六负一平方一有几个一两个一两个一是几二，再加上六减零零平方零，再加上七减六一平方一，再加上八减六二平方四，再加上十一减六五平方二十五，再加上剩下六和六和八对不对？六减六零平方零，八减六二平方四，再加零再加四，这样行不行？把全部相加加起来，好不好？这是几？算一下好不好？这是十、十五、四十，对吧？哈，相加多少？四十再加上多少？这是十嘛？十、二十六、二十六、三十、三十、三十一、三十五加二十五，六十。所以算出来是根号多少？十一分之六十，这样行不行？他说标准差至少是三，对不对？说，应该一算出来，他一定怎样？一定小于三嘛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所以说他算出来一定会怎样？一定会小于三嘛，这样行不行？开水后，这是七减六负一平方一，八减六二平方四，十一减六，十一减六五平方二十五啊，对，没错。好不好？所以说算出来标准差应该小于三，所以说猪选项是错的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正确选项是 A 和 G B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把这边看一下。